现在倒的是这个足银的银豆豆，现在放在这个碗里面，用火枪一点一点的把这些银豆豆全部融化，这是融化好的形状，然后倒入这个槽子里面，让它冷却，然后等一会我们把它拿出来，就是一个银条。现在用压片机把这个银条一点点的把它压薄，直到压成你想要的这个厚度。然后这现在做的是一个名字的项链，一个纯银的名字项链。现在我要装上钻针，钻上几个洞洞，把多余的不要的都给锯出来，留下文字。这个前面是一个蜡舞爱的意思，后面是一个敏字。这个过程我整整用了6小时的时间制作出来，并剪辑成视频发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。这是一款足银的名字项链，里面的文字是可以更改的，这个敏字可以更换你要的文字。现在开始打磨，要把缝隙里面都打磨平整，打磨光滑。这是黑龙江的一位粉丝定做的一款名字项链，全部打磨平整之后就可以抛光了。抛光然后再给这个吊坠装上纯银的链子，然后焊接起来就是成品了。现在装链子把它焊接起来，来欣赏一下做出来的成品。这是一款名字的项链，文字可以更换你要的文字。什么是独一无二？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项链。喜欢吗？喜欢记得支持一下，谢谢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谢谢。